修脚。 这地方有点卷，所以压就疼。没有事，没有事，没有事，别动。修过就不会疼了。 棉花掉了，里面没棉花了。棉花掉了。对，不要动，卷的厉害。这修过肯定不会疼。 就卷到这个地方了，知道吧？就这里疼了，有朋友，这个地方，这里。 这干净，里面特别干净。主要就这里，扎了一条缝，这个地方，这里。 这边不疼啊，这边也有，也有一点，现在还不疼，是吧？啊，行。这边比那边好很多。对。这边不卷。 秀秀啊，我过来分啥呀？啊，过来再看一下。简单点是吧？嗯。啊，就搁那，行不？我们加个盐吧。啊，好，别给我看看。奶奶，妹妹。
再过个十天半个月就可以来修脚了，好，不要自己剪哈。好。